我在看夏基金，我们要做的名酒和好酒的制造过程啊。哎，那我们知道制酒剩下的酒应该怎么办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呢。还是我们上网查查看。好啊。哎，你们看，每年酒粕的废弃量高达十几万多吨哎。而且，制造产品几乎都单一使用。那我们能不能把米酒和葡萄酒做混合应用呢？好啊。哎，那我们要做成什么产品啊？哎，你在吃什么啊？我在吃牛轧糖啊。哎，那我要不要做牛轧糖啊？好啊，说不定这样加进去还会有独特的风味呢。对，然后还可以降低酒粕废弃量，又达到环保的概念呢。首先，我们先分析米酒粕的营养成分，来了解米酒粕的再开发价值。再来，我们检测了葡萄酒粕粉末的抗氧化能力，来了解葡萄酒粕粉末是否具有抗氧化功效。接着，我们利用混粕骨粉糊来找到两种酒粕粉末的最适混合比例，开发出混粕粉。最后，我们利用混粕粉制造出具保健功效及营养价值的混粕牛轧糖，来创造酒粕的绿金奇迹。